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练习我们腿部爆发力的，还有我们韧大腿内侧肌肉的一种训练方法啊。在健身里边有很多方法可以练到你很细的肌肉，但通过武术的动作怎么练习呢？今天教大家一种，就是跳转弓步啊，跳转弓步，就是跳，然后蹲下来，然后起跳。轻轻的一跳，然后呢，直接蹬腿弓步啊，蹬腿弓步撑住，然后收回来，然后蹬腿弓步，保证你这个大腿整个都是撑住的。坚持2秒钟，收，坚持2秒钟，收，坚持2秒钟，啊，收，啊，坚持，一定要速度快啊，整个是可以练到我们的腿部爆发力的。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呢，长时间这样练习，一天30到50次就可以把我们的起腿速度，包括放胯都可以练出来。放开，把胯放开，往上踢，啊，转，把胯是放开，啪往上踢的，这个也很关键。